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今天继续我们的方舟进化重生啦，我们又再度回来啦，各位。我们上一集呢，成功的获取大量的甲壳素哈，我们抓了这一只大地蓝，这是大地蓝。我们获得了大量的甲壳素之后呢，我们现在已经完全不用担心水泥的部分了哈，我们现在水泥可以自产自销了，不用去担心这么多了。只要派遣他去打那个洞窟里面的蜈蚣，以及就是一些甲壳类的生物哈，就可以拿到非常的多哈，因为他自己本身呢就会有这个昆虫杀手的一个 buff 哦，这家伙真的还蛮厉害的。然后我之前有跟观众说要取名字嘛，来看一下取什么，直接叫莱纳好了，莱纳你做啊。莱纳你做啊，还要惊叹号有没有啊，就决定叫莱纳你做啊。来，我看一下他名字有没有变，我是不是没有给他吃那个啊，好像没有的样子，为什么我看不到啊，有在这里，莱纳你做啊，传过来继续做，很喜欢做这样子，你这么喜欢做，我让你做这里好了，来你做这啊。哈哈哈哈啊，你这样不累吗？好啦，你就坐在这里好不好？莱纳，莱纳听话啊，不要乱搞啊！你来这里干什么啊？干什么干什么？你想干什么？来我地盘撒野是不是？好啦，那我们今天这一集要来做什么呢？今天这一集哦，老头呢想要做一些准备去洞窟的前置作业哦。那个洞窟的前置作业呢，基本上齁，老头是打算想要采用带丝来当我们的骑乘工具，就是探索工具，因为呢它可以爬墙，然后呢体型又小，很适合钻缝隙齁，不然的话我们大地人太大只了，光是前面第一个路口我们就进不去了，所以待会老头可能想要去抓一只带丝，以及就是呢我想要在那个带丝的栖息地红树林齁那个部分呢放一个那个什么什么平台啊，那个叫什么我有点忘记了，有吗？有因为它是英文，所以要输入英文，不然你找不到。水泥要600，还好我们现在水泥不缺我们就做一个就好了，因为呢这个树木平台你盖上去之后呢，你可以在这个红树林的树身上插满那个龙头，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到时候要来做蔬菜蛋糕，蔬菜蛋糕需要树脂哈。我们这个龙头也要做一下啊，这个100个，我不知道总共可以塞几根在那个树上面啊。我们多做一点好了，我们先做一个树木平台好了。树木平台的话，可能是这里吧。有龙头龙头先做，2根绝对是不够的嘛。我觉得我带六根过去应该是够吧，我们带6根过去好了。我要输入6，他只给我9，这什么东西？哇，这 bug 吧？然后6个，我不知道树桩它可以放几根呐，反正我就做6只出来。然后我看一下我刚刚所学的那个树木那个树平台，它要在铁匠台做，我要打 WOOD。好 ，OK， 没问题，终于搞好了，我们可以准备出发了。出发前先存个档好了。然后呢，老头的那个阿根廷巨鹰呢还没有练哈，所以呢，我们就不要用阿根廷了，我们一样用我们的无齿翼龙。无齿哥有无齿哥就可以了啦。来看一下，负重 OK， 我们可以直接走了。我们先直接飞那个好了。为什么我飞行速度这么快啊？错觉吗？对啊，为什么飞这么快？我做了啥？他没有移动速度可以点啊为什么怎么飞那么快啊？错觉，见鬼啦！算了，对我来说这是好事啊，我也不想要去追究了，去深究了，好不好？然后顺便跟各位讲就是呢，它经过了更新之后呢，
经过更新之后，这个名字终于回来了。不过我记得我好像有在红树林那边放一个传送盘啊，为什么我现在不见了？被我拔了吗？我看看我还有没有盘子，我再做一个盘子，等一下在那边放一个好了。真麻烦，我还要弄材料。好了，我们有一个盘了，我们可以走人了。啊，准备作业这么的麻烦，我们现在呢？啊，对哦，等一下，老头怎么了？一直忘东忘西的。我们最重要的这个什么麻醉强效麻醉剂还有代斯安没有做，我在干嘛？啊，我真的是老了，我看一下啊，铁匠台是吧？啊，坐坐坐。没办法，可能是因为早上的关系啊，老头还在昏昏欲睡，昏昏欲睡就会什么都忘了这样子。哎呀，真的是。好了，万事俱备了啊，应该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再忘记了吧？啊。再忘记的话呢，我就算了，我也不会怎样。我们来看一下船哪里？什么叫传送中？为什么我不能传？又出了什么神秘 bug 吗 ？What the？ 中了什么事？啊？怎么会这样？发生什么事情了？这个还好吗？这个，哎呦，难得没有闪退哦，我非常的顺利进来了。啊，每次老头开游戏的时候啊，都要经过一系列激烈的闪退啊，我才有可能进来。结果现在没想到一次就进来了，啊，终于有了。我们去，大量甲壳附近应该就红树林了吧？看一下是不是啊？来看一下，开个地图，没有错，我们只要往前飞就是红树林了。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红树林的点就这样不见了，啊，又要再放一次了。啊，我们直接把传送盘放在这个树桩上面不就好了？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哈。这样也相对来说安全啊，我怎么那么聪明？这是可以挂这，可以，你看挂在这里，多么的棒！然后呢，我们在这边龙头啊，给它插下去。我的龙头是不是没有拿？老头老人痴呆了，没关系，我们还好有这个啊，江湖救急。树脂啊，这样我们就知道在哪里了嘛，对不对？我们去拿个龙头吧，我再确认一下，我是不是真的没带龙头？真的没有，怎么办？我现在已经开始担心，我是不是之后我会老人痴呆？以后呢，我拍影片有没有？哦，前面才说要干嘛而已，然后我就说啊，我要干什么？怎么办？人老了这样子真的是不行了。会不会以后老头没办法拍片了？你们会不会想念我？啊，我老了，然后我就再也不出现大家的荧光幕前了。啊！你们会怎么想？老头就要跟你们说再见了。人老要扶老，是不是？来，我们来看一下，一只、两只，所以说是四只。那我多做了，五只，所以它可以插五根啊。然后这个插完之后呢，它过一段时间，它树脂就会跑出来啊。我们之后就可以做蔬菜蛋糕。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去抓那个什么代斯。我不知道它产量快不快啊，反正就先插看看吧。
之后再来看状况，看他怎么升啦、啊。这个我之后再观察。如果真的升太慢的话，老头可能不排除就是后台稍微调整一下，就跟那个蔬菜一样吧。我们的柠檬啊，柠檬也当初也是长很慢啊。哎呀，柠檬当初也是长很慢啊，就后来老头就直接把它调得快一点啊，才不会拖带太久的时间。好，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带丝在哪里啊？啊，有这个东西方便多了，避免我被突袭。啊，虽然我知道大家很想要看到老头啊被突袭给弄死，但是呢，抱歉了兄弟们，我不想。然后找一只等级一的，看一下在哪里。他直接在地上啊？为什么？这个带丝不突袭了吗？有标记，但是他这个怎么感觉在地底啊？直接在地底里面吗？有没看到？在哪里啊？哇，这么远，这么远！哦，他在树上，那个是不是？好像是。什么叫声啊？别给我吓惊呢，你知不？你妈搞我吓惊呢，我会惊惊。你看在那边，用望远镜照，他怎么自己下来了？哇哇哇哇！兄弟啊，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就不能温柔一点解决事情吗？跑掉了，你是被 kick 的啦。温柔一点解决事情不好吗？好烦哦，早知道刚射快一点了。Hello, excuse me。奇怪，他怎么不会翻啊？我记得戴斯不是都是会翻爬墙的吗？这一只是还没习得爬墙的能力，是不是？嗨。碎啦！这个家伙什么？他吃非凡饲料？难道他不能直接吃肉吗？我记得这家伙直接吃肉也是可以起来的啊。奇怪了。我们先回去一下好了，也是比较快吧。这种等级意义应该一下就起来了才对啊，是不是？啊，非凡怎么做？非凡要蜂蜜啊，真的不好意思，蜂蜜我已经是预计呢，过几集啊就要准备把它做出来了。现在不是现在啊，奇怪，大腿肉不见了嘞！哇哦，放冰箱大腿肉也会坏？有坏这么快的吗？我们看一下恐龙身上有没有？好吧，没有大腿肉，奇怪，大腿肉怎么不见了？有你有22个太棒了！没想到你居然会有库存。好，我们再传回去一下。是在哭哦，这个牛龙，牛龙不要闹啊！你别在过往的时候在那边乱，走开，走开，不要闹！哇塞，这牛龙宝宝是不是啊？可以去死了吧！等级一牛龙想杀野，哇塞，太危险了吧！怎么挂到一半有牛龙来咬我啊？差一点失败啊！来，直接给你戴斯安啊，然后这给你，先回去一下。攻击有了有了，好烂哦，都咬不到，笑死。好，我记得这家伙可以爬墙，前面的墙来试爬一下，有没有二段跳爬墙？这个墙可以爬吧？有没有爬上来了？
啊，好用之处就在这里啊，可是很容易掉下来。啊，脚滑了，脚滑了，笑死哎、欸！啊，我可以把这个标记弄掉了吗？哎、欸，不要弄这个标记了，对。然后这家伙呢，他的那个咬击啊，会造成流血伤害啊。你看，直接流血有没有？这流血是会慢慢扣的哦。哎、欸，这个流血是会慢慢扣的哦。哎、欸，扣到他死啊！哎、欸，打这种血多的生物呢，可以用这种游击战咬他，让他流血，然后慢慢扣血致死。哎、欸，所以你不用硬碰硬啊，哎、欸，这样就好了。只要有摸到他，让他流血就好了，有没有？不费九牛二虎之力，我就这样子把他给弄死了，有没有看到？啊，血量点一下，他的移动速度160，还蛮快的、啊，挺快的，就是啊。啊，爬墙，爬上去啊！你这个小废物，啊，抓了你这么辛苦，你现在给我看这个，啊，有了，上来，上来了，总算挽回一点颜面了，是吧？啊，之后没有意外呢，就是会带这一只去洞窟里面看啦。不过呢，啊，等级还是要赶快把它练起来，不然等级太低还是会被撸死啊！就是里面一堆蝙蝠啊，一堆那种蜈蚣哦，那些都非常的强啊，哎、欸，那个之后再说吧，好不好？好啦，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结束哦。哎、欸，我们蔬菜蛋糕呢又更进一步了哈、哦。那我们到时候呢还要想办法啊，就是去弄一下女王蜂，我们才有办法做非凡饲料跟蔬菜蛋糕，这是一定要的，好不好？反正那之后再说吧。哎、欸，今天先到这啦，感谢各位今天收看。一样，如果喜欢这个系列，别忘记按下喜欢，喜欢达到1000以上，老头会更努力的拍方舟影片，好不好？那订阅加小铃铛呢，可以追踪老头最新的影片通知。感谢各位收看，我是老头，我们下一集方舟进化重生再见了，下一集再见，拜拜。